在指挥交通，结果是在路上跑，没有，就聚集在水区。嗯，在喝那些水，应该是吧？应该是。看到的状况是怎么样？哦，那就大家合力把鸭子移到旁边来，再找箱子把它带走。对，就打电话叫警察。刚接获报案，路旁有一群鸭子，因担心交通受到危害，所以民警立即到场，并与民众将鸭子移至空地，并要来纸箱将鸭子带回安置，并请热心民众照顾中。事主如发现，请尽速与警方联系。那边新闻几次？